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欧利圣灵之光。我们现在人在觉知山里，上一集呢，我们就开了两道，把那个两道岩浆堵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一个一个把岩浆堵起来，应该就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塞安要我们在这边跑来跑去，我慢慢飘，慢慢飘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不要冲动啊，你们不要紧张，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应该没有对不起你吧？哎呦，再喷一次，慢慢飘，慢慢飘，哇，飘走，飘走，喂。哦呦，赶快走，赶快离开这里！哦，赶快先站在这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咻，我飘，我飘，我飘。先来这里，存档。我们先挑战这边一哦，还好我学会三段跳，不然我哪跳得过来啊？你们，你们就是爱虐待人。先存一下档好了，还没有，还没，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建立连接。哎，这样安全了吧？哦呦，这怎么这么大坑呢？有点吓到我了。还好，不是很强。不过大到有点吓人，确实会害怕一下。这个是可以撞是不是？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在绕？哎，我咻哦，差一点就跳过去了。哦，哎呀，这里会烫。不要再来了！不要再来了！不要再来！很荡哎啊，这个绝之山就是火焰之山嘛，热得要死啊！火焰山，我撞！我要在这边，然后跳过去，有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哇，这样子这样子，没问题有没有？我可以推动这一颗石头。去防御，这样子，要推到岩浆那边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，推到岩浆，把岩浆堵起来，上面两关我就这么做的，这一次一定可以。哦呦，快要，它要火焰要来了，哇！我在火焰消失的瞬间，把石头推下去了，又解锁一道封印了，游戏已保存。太棒了！解锁这一道封印，这一道回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还蛮轻松的，算是轻松啦，好不好？我咻，我跳，我跳，跳到对面来了，这么快就跳到对面，喂，可是走不过去啊，我每次都忘记要喷射，这里要喷起来，跳这上面，不要再掉什么岩浆，岩浆。哇！差点死掉了，差一点就被他害死了，真的是。现在没有三段跳，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哇！就又是这一个激光阵，嘣！叮叮叮叮叮，开门嘞！它上面还有一道门没开哎，难不成是有第二道激光阵？不是，第二道门要开，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不管他，先进去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怎么飘进来就死？再来一次啊！我去，慢慢来嘛。喂，我喷，喂，快快快，给我喷，喷，不够高，不够高，不够高啊！来一下啦！来一颗给我喷呐，可以喷，我喷，有，有平台，有平台，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，我喷到里面为了什么？对啊，为了什么？已经最里面了，那里一块黑黑的，刚刚有一个紫色点点，难不成是要把这些都解决掉？我大概懂了，我一进来就是为了要把这些都解决掉。
哎呦呦，这光芒太刺眼了！完全没发现是怎么回事。可以，喷死你！慢慢飘回去。怎么样？已经解决了，大部分都解决了。可以。哦，没问题。可以，没问题，全部都解决了。门要开了哈。 哎，真的耶！哇，原来真的是这样玩呢。把这一颗啊向下按，向下按这个石头，耶，又一道岩浆了，应该没有几道了吧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看一下，现在应该还剩下两道岩浆，所以要再过两个门就可以走左边右边。 原来如此，好，看来很难，<笑>应该会越来越难吧。我跳过来了，我先要跳到这里面。哦呦，没有踩到，我错了。哦呦，走进来了。哇，先过来这里，这里感觉很难。 走，喂，我飘，我再飘，哦，这里可以抓一下，哇，可以抓，喂，往上，哦，再往上，你要让我上去哪里？喂，这里可以，可以踩，哎，有激光阵，哎，让我走这么远。 好了，再来一次啊！哦咻，噔噔噔，喂，喷，我喷，喂喂喂，哦，哦哦哦，再跳，继续往上，喂，再来，喂，再一次，喂，哦呦，激光阵，再跳一次。 喂，再喷！喂，哎，快快快快，再吐一次！哎呦，还好有哦，不然就要到岩浆里了，太恐怖了！哎，我喷，我喷，哇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！啊，使用塞安的光芒，光塞安，这个交给你了，不要每一次都我来，搞得这么辛苦。 三人就只会出一张嘴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又堵住一个了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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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下最后一道岩浆了吧？啊，先存个档，要回滑回去哦。我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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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飘飘飘飘，哇，激光阵，飘回去，飘回去，这里要下去。哦，哎呦，哎呦。 哎哎哎！没有了，没有，<笑>我飘了这么久，我刚刚不应该用直接二段跳在那边二段跳的，我刚刚应该早一点，要继续飘的，没事在那边二段跳干嘛？喂，喂喂，快快，再不喷就会死，喂，吐啊，呜呜，吐吐吐吐。吐吐 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出来了啦！存档啦，这里好恐怖哦！我先要跳到对面去。哎，是下面这里吧？下面这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来了。我要不要补一下血？不要了啦，我血这么多，补什么血进入哦？这里是要干嘛？这里感觉更远呢。 而且是往上爬，感觉十分邪恶。跟你拼一下啦！他在那边一直放火焰，感觉就很不爽。先把你都解决掉。这个是，哎呦呦呦，这是有什么东西在那边滴？这里真的要跳下去？
感觉不行啊。哎，喂，抓不到哎、欸，这抓不到要怎么玩？哦，过去做损血了，所以应该是要玩这个。我跳，再跳到对面。哦，原来是要这样搞，这里要跨过尖山。哎呦哎呦，喂喂，抓住！喂，哦，过来了过来了，可是这里是不稳定的路面啊！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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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！哦，这里是稳定的路面了吧？不要跑啊你！你跑了，我怎么建立连接？哎，很好很好很好。啊，再存下了。等一下，能再充，能不能存？不要不存哦。哎、欸，过来了！哎呦，这是敌人附近哦。哎、欸，他在哪里啊？敌人你在哪？敌人你怎么躲在岩石的缝隙中？真太卑鄙了！竟然躲在这里。我推开他了。哦，他会慢慢往上爬。哦哦。这个要玩左边右边，哇咻！左边右边这样跳来跳去，哇！左边右边再来一个，哎哎，哦哟，差点死掉了！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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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先存档先存档，走哪里呀、啊？走哪边应该都可以吧？走这里好了。哎。这拖不出来，拖不出来，拖不出来，不行，走这，所以要先走这里。哇、哦，烫、哦哦哦，修修修，哇，烫烫烫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烫了。我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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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我的血都要被他玩完了。哦，赶快推出去。哦，石头压下来了，拉出来。我还要把石头推出去。我推我推我推，先存一下。叮，游戏保存。这应该塞住了吧？有吗？塞住了吗？哎，有有有有有。啊。有这个动画，看到这个动画表示塞好了。游戏保存中。那我们现在哎、欸，没有了，不需要这个激光炮了，不需要再闪这个激光炮了。我一次就过这个激光阵，感觉自己好像蛮厉害的。自己讲有没有？好像有点厉害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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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怎么会死啊？我遇到最大阻碍了！哦哇，这样子这样才对嘛！哎呦哎呦，在这边存档。哎呦哎呦，快快快，闪开闪开闪开！不要阻拦我回家的道路，好不好？你要回家，我也要回家。哦咻，跳过来了！哎、哦、不！哎、啊，我应该可以直接从这边滑下去吧？哦咻！哦哟，可以嘛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，我不想再跟这边跟你混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一片不能踩哦！你的石头也做得太像了吧？我晕。好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啊，翻上去啊！我快没有那个了，能量了，快要没有生命了，不得不吃了。我现在先去，直接在我的正下方，好不好？那里应该有一个，有一条路可以到这一块，感觉这一块比这一块简单这么一咪咪，就一咪咪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去，我咻，就在正下方而已。哎呦！哎、欸，
就这里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可是这上面好像有东西耶，我要不要看一下？这上面，哎，感觉好像有啊。哦哦哦哦哦，结果没有，我被骗了。我被骗了，怎么会在那里有东西？哎、欸，激光阵，哦，这要逼我跳湖哦，要逼我跳下去是不是？哦，赶快喷上来！哇，这个，这有难度哦。可恶！走，再走一次。喂、哦！哦，在这边。哇，休息一下。哦，还有一半呢，好远哦。这个要怎么上去？下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下面就是熊熊的火焰。我现在要在这边充能跳上去吧。这里不是冲这边呢。哦咻，走这里。哦哦哦哦，哇，它发一下就发光了。这颗石头，哦，这一颗石头要拿去喷。哎呦，你不要滚过去啊！我先推你上来，把你喷上去。喷，哎，我再喷一次，竟然没有喷上去。有了，上去了。可以走过第一层，有点难，要这样一层一层喷哦，再拖出来啦、啊、核桃，我现在就要靠你了，核桃，先喷这个，阻挡住，啊，核桃，控制感，啊，游戏怎么能忘记控制感这种好东西呢？我这样就可以，哎、欸，先不要，哦，差点死掉了。先拉出来，拉出来再喷嘛。核桃，去哦，核桃。哎咻，来去，过去，就是不过去。这个核桃有问题啊，它太硬了。平常都不做运动，都顶扣扣。来滚好。我现在只有第一层而已，只有第一层不行。我再往上喷，再往上喷一层。哎、欸，核桃上去吧，上去吧，核桃。这样有机会上去了。哦，核桃终于上去了。啊、他终于肯上去了，令我很感动。再把它喷上去，最后一个了，核桃，再撑一下。哎咻！真的，核桃真的很不受控制哎，它有它的脾气。哎呦，我不能阻碍它的发展。哎呦呦呦呦，哦，你不上去也不要下去啊！再来一次。哎，哎，哇，上去了！啊。我们终于把核桃弄到那里了。那现在我可以在这边存档哦，保存游戏已保存。要怎么拿到那颗能量核心？我不拿了，干嘛这么辛苦？不拿了可以吧？油也不拿了，我这不打一打，打一打怪，都比拿那个能量核心好。好了好了，可以走了可以走了。我们跟这个核桃玩的够久了。塞岸，帮我把石头弄好。嗯，哇、哦，一半的岩浆下降嘞！哇哦，游戏已保存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里，哎、欸，结果只是小东西而已，我以为是什么至宝嘞，结果不是。好了啦，塞好了，东西该塞的都塞好了。哦，他很凶哦。
哎呦，塞好东西，你不高兴是不是？干嘛那么不高兴？见不得别人好，真是的，剩一边了。现在要去对面，我现在岩浆下降一半了，我现在要去正对面，岩浆又可以再下降，对不对？一直下降。哎呦，走过去。哎呦，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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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来了，大门。 哇，存档进去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希望不会很难啊。他这边可以让我存档哎，还在充能啊，不好意思不能存啊，先把这一只干掉。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一直想跑，在里面还是在下面？这个下面先存档，这个下面是不行。 办不到，好，我先往里面走。喂喂喂喂，这样就会死，那个不是背景哦，啊，也太像了吧！<笑>你也太像背景了吧！哇，喂，哎，他竟然死了，哦，在这边存档，再继续。哎哎，没抓到。 冲上去！哦，哎呦，好了，解决它，游戏已保存，我先要飞跃了，先跳起来！哇，哦呦，哦，有成功，有成功！刚刚以为没成功，害我吓到一跳，外面一整撮的红妈妈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以为，哦，不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喂，哦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结果那个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道路，不是正常人该去的，我被骗了。 我被骗了！哎呀，塞安，你怎么没有提醒我？现在什么事情都要怪塞安，有没有？塞安，你怎么不提醒我？不行，我一抓，哦，无敌时间，我要利用无敌时间休息。喂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嗯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哦，刚刚打不开的这边已经被打开了。哦，这个可以开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就算了啦，我也不想开了啦。喂，哦呦，哦呦，这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恐怖？这个是对的了吧？不要再说这个会有岩浆跑出来哦。 我会生气哦！再撞一次，哎咻，有事吗？哎，没事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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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都解除了都解除了，我现在就要跳回去先保存。其实刚刚已经保存游戏了，不需要再保存了。哎，好快哦！那我要用喷射的。 喂，就这样，哎呦，我要跳着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哦，还是被烧死了，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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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，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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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，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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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。 我不是回去了吗？那你不能踩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我以为可以踩哎、欸！那我就走上面，那我就不踩了，我不拿可以了吧？能量核心送给你，我不要了啦！不拿可以吗？
回来了，船长啊！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席之山，最后的关卡，剩下这么一咪咪啊，就快破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